我公司出差要晚回来几天，你能不能在家多待几天再走啊？行行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就是忙啊。有婴儿水，我贴着标签的，你找找看。哦，知道了知道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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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写了中文标签了。啊。 哇，好嘞！哎呀，还是掉它掉，你快看看，哇，又塌掉了！妈，吃饭时候不要给它玩游戏啊！好，不说了，挂了啊。其实呢，这不是有一个非常好吃的怪。怎么会呀？ 你小时候啊，就喜欢这样洗澡。你不用洗了，我知道怎么跟宝宝擦。你也工作一天了，回房间休息吧啊。 妈，是给您用的。 我知道女儿心疼吧。